里镇每年12月31号举办跨年活动，透过活动让在地民众可以留在地方共同欢度这一天，所以会邀请在地的社团、表演团体，还有一些艺人来演出，也少不了烟火秀，会邀请在地农特产品等多个摊位贩售在地美食。玉里镇民代表张明慧就针对跨年的活动内容规划提出建议，希望能够在表演团体、烟火秀等调整，可以再多丰富吸引民众来参加。玉里镇民代表会定期大会23号是先由代表张明慧进行总质询，特别是针对下个月即将要办理的跨年活动提出建议，认为镇公所安排的表演活动当中邀请到了艺人，经费方面就占了大宗，认为可以稍微做些调整。我们要的是特色，我们要的是跟你要表演给谁看，就跟他有互动，跟他们有对话，那才有，而不是我们在上面表演，可能下面只有三个人在看。常常说的，一杯定的演戏都比会较看，我还觉得。结果大家去等什么？等你的抽奖，等你的摸彩，直接拿去发一发了。每年玉里镇在12月31号都会办理这样的跨年活动，透过活动让在地的民众能够留在地方共同欢度这一天，所以会邀请在地社团、表演团体、艺人等等演出，也有少不了了烟火秀，当然也邀请了在地农特产多位摊位贩售在地美食。玉里镇民代表会就针对了跨年活动内容规划提出建议，希望能够在表演团体、烟火秀等做调整，可以再多丰富，更吸引民众参加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